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11年3月11号，北方虹桥路9:49，上班时来了我的278次园林发车，今晚好像看我花脸的态度哥这样准备通过。也来了来了，超感动，278次准备通过，态度哥这样。2003加天佑004，拜拜！我的278次园林发车，叫海鲜港花莲的天佑2003加天佑004，太有个这样，自强号在瑞芳朋友通过，那自己就那，拜拜，再见。